赤裸，是因为看到外婆赤裸个赤裸。我打人们根本不能体会表哥他的用心，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。否定我的作品，决定在于心情。想尝试风格，他们却觉得还 OK。被惊喜没有改变，我已经停了闪念。我告诉外婆，我没输，不需要改变。表哥说不要觉得可惜，这只是一场游戏。只要外婆觉得好听，那才是一种鼓励。外婆露出了笑容，说她以我为荣。笑容就让我感到比大家的还要光荣。外婆她的期待慢慢变成我。不过现场最失意的人莫过于连续两届金曲都连庄的小天王周杰伦。不过出道到现在已经拿到96个奖的周董，却在去年的金曲奖第一次尝到共识滋味。